这玩意 EDG 的阵容看着很稳健啊，但对线能顶得住吧？EDG 是不是想打？塔姆先被打一套，好在闪得够快。Rook 的第二套没跟上，但是还是要嘎。EDG 拿这种阵容，然后去打小龙团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安排的？我厂长到底怎么给你们安排的战术？啊，勾巴拿这个阵容，结果小龙团要去打。打一套，踩上来，打野在后面，但是有点远。这不开的不错，姐姐。赵信，戳一个勾，杰杰，这里可能要嘎。哎呦，这里还戳到，还好，下路打了波二换二。上面虚空虫要干 EDG， 你要干我便干。直接闪现一勾勾了飞侠，飞侠被顶起来，还行，交了个大招跑了，很赚。这里自家打野也把上面的虚空虫吃了两只，这波 EDG 小赚啊。水银鞋太关键了呀。上路的对线补刀没有被进一步扩大，两层塔皮十刀，好像后面对线还可以啊，剑魔这里。前面很崩啊，后面慢慢的就打回来了。这里逮杰杰，杰杰没闪的，平 A 没到。怎么说啊，杰杰，泰坦在扛塔，还在扛。塞拉一个大招给的很好，但杰杰这个大招没有咬住闪击。就这阵容，前期要稳住，但是确实稳不住啊 ！EDG 现在这个状态，跟人打后期肯定打不了的。哎，卓哥这一个勾过去自己要死啊！哎呦，黄信一个推推两个 ，EDG 反扑，行，没闪的 ，Rook 直接被秒。这俩阿克也不交闪了，这波 Fisher 发力了。怎么说 ？EDG 要发展进攻，一直防守不是事，要进攻 ！EDG 要进攻 ！EDG 要走 ！EDG 到底怎么想的？我刚还说防守一波就赢了，结果他们勾巴直接来进攻的，他们还不防守，他们要进攻还。哎，杰杰踩上去了，阿 K 也没闪的，飞着一个大碗你推了，好像有点救了那边的味道。杰杰这里回头卖自己，山鸡进场，这 Forty 被剑魔砍死，山鸡一个顶四个 ，EDG 这波团打赢了，山鸡被拉回去，这塔姆怎么个意思？哎呦 ，EDG 这波团战打赢了，三换四。是一个勾，卓哥好猛啊，见人就勾不怕。哎，这 AD 什么意思啊，这 AD 什么意思啊，哇兄弟按错了吧，
操，这波失误太大了。这波大失误。巨大失误，队友全去救他了，然后队友死完了。继续接，姐姐抢到了，而且没有死人，还可以，赶紧撤，快跑！中了二，他感觉无敌要扛着拆掉了。姐姐，这你感觉要死啊！塔姆救了一手，塔姆死了。姐姐这里也死了，不想玩了。姐姐说，不想玩了，玩不了，不想玩了。教练，其实 EDG 这把很有机会啊，没有上路那一波，没有中路那一波，感觉局面都在往他们那边倾斜了。已经这个阵容慢慢在倾斜的时候，给了自己当头一棒。NIP 这边再怎么样也跟悟空没什么联系啊，怎么是会有当头一棒给到 EDG 了？赵信捅上去，哎呦，塞纳直接被打半血。火炬泰坦一个大招定的剑魔，再一个勾勾的塔姆，塔姆闪现拉开，但后续有伤害跟吗？阿卡还是被秒了。跟 EDG 四个人站到一起跑，维多斯进来疯狂输出了，姐姐跳进来没有输出敢打了，三杀佛迪克一波了。其实我若给一个人踢过去了，那应该是一波不了，还是打大龙，输出也不在一个层面上。姐姐原地一个大招，完了，这波 EDG 开团手段没了。左哥被打了个闪，但是正面伤害太爆炸了吧？那是双 Z。飞雪还在输出，杀了一个卓哥。EDG 这里决定蹲一波。开的还不错，开的不错。GG 这里，飞雪，飞雪还在戳，飞雪，飞雪，哎，打赢了。打赢了，这波四换四真算 EDG 打赢了，真行。啊，开疾跑，姐姐有闪的要交吗？交闪跑还是说给他杀了？姐姐应该要交闪跑 ，OK。NIP 拿着个四龙，啊？谁踢过来一波了 ？EDG 的人。家没了，但拆不掉啊！刚谁踢过去了？飞雪踢过去了。正面四打四，塞拉有一个远程大招支援的，但姐姐没闪啊，这龙抢不到了，再不过来抢不了了，大龙给了。
要打 EDG 四打四接一波，家里守不住塞啦。IP 也不拉扯了，直接往你家里走一波就行了。三路高地只剩中路了，山鸡紧折塞拉的伤害，这塞拉被小兵打死了。破三路门牙塔也没了，又是塔姆 ，Rook 又是一套，沙皇造的塔也要掉了 ，Rook 有金身，而且是还有闪现，能闪现拉开 GG， 黄鸡被赵信两下就捅死了吗 ？EDG 坚持到了35分钟以后，但是刚好37分钟加没了。